来一把好好玩的对局吧。哎呀，莫甘娜配日女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，ADC 带个净化。血晶才是重中之重。这把俺们要起不来，直接就 GG。我必须得起来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全军出击！你起不来，全队没伤害，确实就我一个 AD，这把我是担负着重任，说实话，我压力挺大呀。他带的多蓝剑，蓝不够用啊！这奥纳夫，妖怪哪里跑？难道他是主 W 吸血流？是的，我实在是没地方跑了！哎呦天哪，他们家人是真多呀！潘森还下来了，不过还行，2换2，可以接受啊。哎，为什么我的攻击力会低一点？我感觉，正常如果是这种装备啊，一个 E 不是一个 E 啊，塔砸一下后排小兵 A 一下应该是必死的呀。我打韩服的时候没这样，剩一身血呀，国服小兵加强了。多兰盾，对呀、啊，多兰盾，多兰盾 A 小兵，哎呀，这个卡呀！可以来。我的人头！我还一个人头也拿不着了呢，啊、嗯！
等个点盐再跟他干，咱也不急，对不对？哎，撇了，哎，挺好。还撇呀？你就非得要撇我一下子呗？那你就撇吧，反正兵线过来了，撇吧。虽然我双 buff 啊，但是这英雄呢，说实话，这对拼的能力呀、啊、还是有点强。等个点盐，把点盐等出来，等个六就可以了。哎呦我操！太鸡巴烦了，这升不了六呢，怎么？等了半天不升级，给了他一手人头，哎呀，而且还越打杀的我，就是有点伤，有点小伤。还行，可以接受啊。还有闪现，你着啥急呀？急啥呀？这有啥好急的呢？把这恶心，给我一顿吸呀！好像死哥给他放大了，是不是？死哥交了个大。死哥没交大，嗯，
脑袋上面都出现东西了，还没交大，脑袋上面都冒紫光了，还没交大，没有，没有啥呀，交大了，这就不叫单杀。而且不用出重伤，我有点炎，下一波好杀的，没事。我黑切了。装备比他好一点，应该差不多能杀。他传下去了，我们多吃几层塔皮。哎呀，差一点，这阴血塔差一点是我的，就差了一点点。潘森的 Q 其实是可以用走位躲的，这走位躲一躲，他不像以前，现在可以躲一下。泽拉斯好像要来，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我就不去了吧，我也不着急。把峡谷打了吧，
不是说上单，那你没有资源可以争的时候，你去他干嘛？容易白跑，容易白跑一趟。没有资源争，我去支援，确实是容易白跑一趟，浪费我发育的时间。人呢？可以追。哎，400多了，可以追，应该能都死。我 EW 放慢了，稍微有点。哎，是。支援过来啊！这一波下路。线儿就算了，下路线儿不收了。这大乱斗啊！我的天！我来，我来，往我这边走，往我这边走。死哥。没事，他妈打不了。死哥又来了，这出来就打，出来就打。哎呀天！这个时候气定神闲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。伤害呀，差一丢丢。又变成大乱斗了。其实我们家大乱斗没有对面厉害，因为对面有死哥。没事，找到他。挺贪呐，贪心呐。干哈呢，老弟？我都这装备了，你还跟我打呀？
其实奥拉夫打上路这英雄吧，没啥脑子，就是拼，他也不用躲啥技能，反正他就硬撸。几个人，这怎么还打上大龙了呢？算了，打大龙我们不去了，我直接上高地得了。潘森，我估计可能会往这儿走，等他一下。哟，这怎么没闪过去呢？没事，对面没看见，问题不大。好像土龙拿完以后，这个墙有点厚。没有伤害。没有 AD， 没有伤害。光有控制。光有控制不够啊。你这日军也没大，就硬往前冲啊！我来了，兄弟们，坚持住！反正也没事儿，他要换人，他肯定是死，你知道吧？也行，我先回家吧。这把得出破败了，这不出破败真是没伤害。快点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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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去送也行啊！你最起码你是，你是限制一下这死哥，是不是也行？没有龙魂了。红给我。
可以撞。大 AD 帮我控住。伤害没伤害，真没伤害，这莫甘娜真是没啥用，就换个 AD 这把都赢了，没有 AD 那 AP 全是爆发伤害没用。要把他控住还行，这卡莎怎么会死不了呢？等级太高了，他也没有吸血装啊，他要有吸血就算了，没吸血，打了他两套没打死。打他个大可以，哎，死哥这个位置可以啊，刚又有个破败就好了，怕了个破败，应该是一波了，他们有一个兵线，我刚才有个破败，那奥拉夫其实打不过我，还能守一波。